录了。开拉，但你好没感情哦。啊？你这样拿着呢？录了。录了。管了。我要干嘛？超没感情的啦。去哪里？去松烟，那个叫什么 ？MG 名爵，来去看名爵。最近没有什么买得起的车上市，然后它价钱蛮吸引我，因为今天刚好现场有车嘛。它是在松烟办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发布会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。我先看一下那个组装的品质，好不好？好，用料，内装的用料，外观做得漂漂亮哦。然后我们就来，有机会就来订一台试看看。我是一直在想，会不会我看一看就啊算了，看一看就好了。我觉得有可能。就有可能，就是感觉有那种美机过的照片的感觉，因为我们都看照片嘛，可能我们都看到美机的照片，被骗了，然后打电话叫来打枪。好啦，那个松烟前进啊，我们是跟一般民众的时间一起进场，没有走后门啊，不是啊，没有那个有没有什么公关公司无为无为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是一般民众，我们不是专业车媒，所以我们就是跟着一般啊，一般民众的时间是三点嘛。我们就是现在两点半，我们就出发去松烟，到那边三点，我们就跟着民众进场去看看热闹，好不好？跟乡民一起去看热闹，好，走。MG Morris Garages 摩里斯车房，好不好？这历史品牌，我们这个他以前曾经 BMW 持有过 ，Land Rover 持有过，现在谁持有？自己去查维基。好，那卖来卖去卖来去，以前我们小时候有那 MG 跑车，中置引擎，很屌，好不好？他那个有一阵子啊 ，MG 他还有跟那个 Honda 有合作关系，所以曾经有一起生产过共生的车款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大概有一二十年没有看过新的 MG 出来了，今天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的墙，它是二零年代开始的，1924。对啊，二零年代开始创的。哎，它跳很远呢，中间怎么都不见？你不觉得说它本来这样一跳就跳到现在？哦，有啦，这个就是，这就是你说的，对 ，MG 小跑车，然后一跳跳到这里来了，就现在新的，跳超快的，好不好？我一直觉得它的头灯很像86或者是 Focus 之类的，我觉得很像那个 Focus Active。对啊，然后这个长得有点像那个萨诺斯的那一台 ，ES Lexus 那个 ES 啊，哦哦，它下面不是那个萨诺斯的那个，只不过它是延伸到最底下，啊，嗯，啊，它在这里啊，这，啊，已经在开始了，我先看一下材质，奇怪，那看一下材质吗？我想要看它的那个防刮材质，算紧，还蛮紧的。说实在是蛮紧的，展示车是这样，出售的车就不是。哎，你干嘛故意这样？不过我觉得它的椅子是蛮好看的啦。啊，它有点赛车。对，椅子的形状我觉得是做的还不错，真的。然后我看一下门板好了，门板假皮，它这是有点像帆布的，你摸看，它不是皮哦，它像帆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个好像，哎，这好像是皮哎，假的，塑胶皮，这也是皮。哎，其实皮还蛮多的啊，这里。车红线盲点在这里，好，哦，它出风口是圆的，哦，还有钢琴烤漆也不错，哎，蛮漂亮的。对啊，还有钢琴烤漆，哎 ，HS 是 1.5T 的，对，啊，看一下后车厢，应该有那个吧？开了以后会抖两下，然后关哦，你看哦，大家迟疑了大概1秒到2秒，真的哈，哦，嗯，这灯也很像 Focus， 嘿呀，啊，Focus 哦，嗯，蛮像的啦，可能现在车做出来都差不多是这样，要不然怎么办？不过还好它没有贯穿尾灯啊，哎，欸，完了，败，啊，笔，现在都要有，它这里刚好啊，差一条，然后我觉得它的轮圈有一点空洞，你看有没有？怎么太空了？不够粗吗？也不是粗啊，就是它镂空的部分很多啊。这个铝圈我是不喜欢的，235018，听说油电的铝圈比较好看。好，我们去看另外一台白的。哦，白的就是油电的。哦 ，PHEV， 它这个烤漆有一点珍珠色，可是你看它这颜色不一样，有发现？没有，保险杆颜色本来就有色差，好不好？啊，看铝圈，看铝圈。
一样不好看啊，你自己去拍，我觉得也不好看。怎样？它其实样子是差不多的。对啊，19，米其林的嘞。OK 吗？这个防刮材质啊，哦，看起来很薄，有没有？就是它是比较服帖，不是像一般习惯做会凸出来的，它是内缩，而且对，而且它很薄，其实它很薄。加油哦，两边都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一边是，对，一边充电一边那个啦，加油，所以一边是充电的，一边是加油的，哎、欸，弄到两个孔，我本来以为它设计的是有孔旁边就，不会是一起的，它抓在一起会不会爆炸？对哦，有可能，所以要分开，欸、白内装的，看一下白内装。深蓝色，嗯，蓝色的椅背是蓝的，白配蓝。哦，那后面看一下面炉，后座出风口，后座出风口两个 USB， 还不错，然后有点珍珠漆的感觉。你看侧面这样东西，有点珍珠漆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从侧看到一颗一颗的。对啊，你从侧面这样看过去，有点珍珠漆的感觉。哦，他有说只有 PHEV 的有白内装，1.5T 的也不能选。哎、欸，很，我没想到一个这种新车的发布会会这么多人。对，我是没想到这个牌子这么多人看。对啊，啊，引擎盖开了，我要去看。双动力电。你看，双这个看起来就很壮的样子。很壮。很耐撞的样子。一般其实以前没有嘛，以前是直接坐到这边来，坐水箱架再坐过去。那现在把这个水箱架移过来，一个类似工字梁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其实如果差直的可能会更。啊不行，叉子一撞到，哇，就差点吓死到他进去了。所以他装斜斜的，引擎还蛮小颗的呢。那进气箱好小一个。阿、啊、那你看的实车觉得怎样？我觉得实车比我想象中好看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椅子坐的也还不错啊。对，内装其实也不错。不知道，还没有机会坐进去看质感。然后这个钢琴烤漆的感觉。它的前景天窗比较窄，比较细，对，比较细，它是细长。哦，这个就这个、塑胶就比较脱锈一点了。哦，对啊，质量就没有那么好。哎，看完了嘞，哎，这个有写这个什么？对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有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有选什么套件？等一下再问他好了，要不要？好啊，等一下再问他，再来到底差在哪里？我们刚刚有一个疑问。对。我们刚跟阿呆看后面红色那一台，它后面C柱有贴一个那个 logo 是什么？C柱的 logo， 你说它那个 Toffee 它那个套件？对对对，它叫什么？它叫 Toffee 的那个套件。哦 ，Toffee，OK。其实它那个套件的部分概念就是全车黑化的那个部分啦，比如说后照镜的黑化，后照镜，然后车顶架的这个车顶架，轮框，包含卡钳去烤红色这样。哦，卡钳这红色我有看到。对，然后再包含就是说你在皮椅里面的这个头套的部分，它有一个。所以那个套件是要加钱的吗？不用。哦，所以这次卖的就是包含这个东西。对，都包含的。哦，就是标配的这个部分。好了，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来。我们现在定价还没出来，对不对？现在定价还没出来。那定价的部分呢、啊，其实就是跟着官网的这个角度去。那因为我们也鼓励消费者就是不二价的方式，你就上官网去选。哦。那这样的方式，你可以确保说你在未来你在销售还是服务上面不会。好像担心的这个又要赚我钱啊，所以我今天不能买，今天我要上官网买。理论上来说，订车的部分就上官网了。哦，好哦，对，好，反正越早订就是越早拿到嘛。我们有预计的车子可以开始交车的时间，有预计吗？按目前来说的话，落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是首批会交车。9月底10月初哈。产能的部分的话，基本上产能部分都够，因为真的 PHEV 的车型询问度比较高。哦，是哦，对，因为目前来说。因为它就等于是国产里面在科技配备上面给的最足的啊，然后以油耗的部分，还有能沉淀驾驶的这个里程数来说的话，吸引度真的蛮多的哦，询问度真的是蛮多的。可是我没有要买油电，其实两台除了那个油电以外，配备上面有什么差异？油电上配备上有
音响的部分，那 Bose 音响的部分有差异，汽油是一般，那油电的话是 Bose 音响，然后轮框的部分的话，19寸跟18寸，对，那原则上差异最大是在这边。哦，还有一个不能选白内装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白内装是不能选。1.5T 的不能选白内装。白内装的部分在油电的这个部分的话，也只有白色的车可以选白内装。哦，也只有白色的车可以选白内装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白色车要黑内装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，可以。还有什么？应该差不多是这样的吧？差不多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今天生意还不错，还蛮多人来看，大家都排队在上去坐。他反应蛮热络的。对，我今天就不坐了，好不好？对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去了解一下，看要不要订一台回去研究一下，开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麻烦正刚再带我们去，帮我们讲解一下吧，走。阿呆帮人家填个表单。哦，好。啊，你要上镜头吗？可以啊。来，阿呆的福利又到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干嘛？我帮你拍。等一下帮他填表单啦，先访问他一下啦。来，是啊，你访问他一下。你有 IG 吗？有。你可以分享给我们观众朋友。好，那就再给你们放在下面。你不讲吗？哦。要讲的吗？艾琳，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加他嘛，然后再跟对对跟观众朋友讲哦，对对对对。那大家也欢迎来上车，因为阿呆有机会请他来上通道嘛。哦，也可以哦，好，对，阿呆现在那么红，昨天才跟雨熙呢，哦，有看到，哦，我有看到，看来小世界上班就是很好看的啊，谢谢你哦，谢谢表单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拍一下这个 QR code。好，你的表单。好，谢谢。快加。哦，加哦，转 IG 吗？不然你啊，你要私人的 line。我想说，哦 ，line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们想要在做代专访吗？没有，我们想要请你，可不可以介绍另外一位给我们认识一下？好啊。这是此次。YouTuber 小狮汽车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子慈。你要问什么？我要问什么？你要问他问什么？这你方便给观众朋友你的 IG 吗？方便吗？可以啊，我的 IG 是 RITA， 然后底线104。好，我放在这边。好，我访问一下。那你们是展的这三天都会在吗？都是你们两个吗？对，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找我们。你们来得及解出来吗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喜欢的追踪一下他们的 IG， 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拜拜，谢谢。哦，就差哎，年纪到了，里面音乐砰砰叫，阿呆你LINE也要了 ，IG 也要了，车也看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是等他可以订购，我们就去订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要讲感想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少来参加这种活动。其实他们媒体好像前一个礼拜就已经先来拍，然后我们不是媒体，我们是观众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跟观众一起入场啊。他那个要大家排队才可以进去坐啊，我就有点懒得排，我就人真的蛮多的，然后我就看一看，摸一摸，哈，感受一下。因为我想说，这个牌子那么久没来台湾了啊，我这个年纪对这个牌子是怕怕的，所以我就当白老鼠，帮大家买一台试验一下。我应该是买便宜的啦，反正只是要开箱试一下而已。好不好？到时候就买一台试看看。然后我觉得有啦，组装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这个深入研究一下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后勤比较重要，说实在的，我很怕像以前那种玩一玩烂掉就不管了，那种代理商，我就觉得我对那种很头痛，求助无门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是一个电池70万，对不对？那很硬哎。那这很硬，好不好？我是真的想救他呢，你不觉得那是最硬的状况吗？台北瑞奇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欲哭无泪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是比较担心这个，到时候这个买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啊，这个简短的，应该是蛮简短的活动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那接下来如果有的话，就有展间啊、订车、交车啊什么有的没的影片，再持续跟大家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！啊，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 ，IG 都帮你们要了，那记得分享、订阅，拜拜。阿呆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就是足球啊。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手足球啊。跟大家介绍，这叫手足球。好，用手玩玩的足球。玩足球叫手足球。对，那这个用嘴巴玩叫什么？口。
这叫嘴炮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口足拳。来，阿呆把嘴巴含着，我来帮机啊。